方的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不知道是什么人啊提出的建议，竟然和我们胖子故意过不去。就在一个惨绝人寰的日子里，我们肝肠寸断，就这样进阿米。离开我的爹地还有妈咪，离开我的姐妹还有兄弟，现在又没有闹什么石油危机，我们这些油桶干嘛要进阿米？北方的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带着一身脂肪，我们来当兵。我们的欧西表示将带给我们奇迹，他的奇迹老实说我们没信心，我倒是希望看看他变什么把戏。长时期的设置进化的累积，吃喝玩乐的成绩统统在这里，我们这条 SPEDA 也是稀世珍品，那么容易就泄气，这才是奇迹。跑两步呀满身汗，跑三步呀气喘喘，跑四步呀脚软软，第五步我完蛋。跑两步那个想爹娘，跑三步啊天地转，跑四步啊我不管，第五步我冰棒。北方的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 我们现在开始了解欧西的奇迹，任何事情对他来讲是没有不可以，他要我们的脂肪能提早 ROD， 看来我们很快就可以见上帝。 I do chin up and never give up, but my chin can go up。 I do sit up the moment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 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 五个月的日子是遥遥无期，还要流多少汗水我差不多麻痹。好久以前有人说胖子是 Bexy，从前的胖子当兵 switch off like a king。 过去已经过去，做人要认命，今天的眼泪是财富也说不定，只要你能对自己啊拥有信心。 I am going to tell you so you can make it。 北方的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 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 北方的男人也是个男人，新加坡的男人都规定要当兵，北方已经不能成为 execute。 What you have to do, just do more training。